适逢佛诞节暨母亲节，庆佛诞浴佛祈福法会，邀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等人礼佛抗议。今天是浴佛节，这是佛诞日，也是母亲节。中华中道领导文化总会理事长、中华日报董事长陈树表示，佛教提倡从孝道展现慈悲菩提心，素食有助健康安定心灵，盼各界共同推广素食文化，未来能够推广到国际。